有，就他因为就是这场大病就是要来红道了。阿伯啊，你的肝癌状况是安怎？这样都处理很好啊，到现在都没有怎样，也没有化疗啊，无化疗啊，嘛无安那，因为。第一个，伊就甲讲，这是假病嘛。嗯。伊这假，你这是假病，你爱放养出来嘛。哦。啊，假病变真病。要让你艰苦。嘿。啊，让你艰苦。我知影，但系去放养。啊，你需要你再放，我需要就放回呐。我的需要就放，我真放回呐。嗯。安尼，我做17单，啊，17单需要就放我家囡仔。哦。